第二个呢，就是这里，整个胸上焦、中焦、下焦都是冷的，寒的时候里面寒很盛，就精液要进去啊，阳液、阳这个色白都是阳液，好阳的精液，阳精，阳精要进入阴啦、啊，都阴里面都是要进入脏，里面都是寒的，没办法，他只好往外走。其实它是寒在里面，但是并没有实，只是寒，所以它脉是悬而且紧。好，全身呢被寒束住，这个时候呢，大乌头尖，单位乌头，这个乌头大着五枚，熬去皮哈，不必拘，这个咀嚼的咀哈，咀嚼。我们过去要哈，就是牙齿要把它咬咬哈，分开来丢到这，那这当然不要咬，这咬你还没煮药，人就死掉了，因为你这个你这乌头怎么会去咬它？他就说你不要去咬它，因为它是毒药，你不要再去咬啊，好，它好。对啊，那你对啊，你出师未捷身先死，你还没你要帮病人弄大乌头尖对不对？你再弄药，你去咬它，好死掉。好，那大乌头呢？好，这个没有五枚那么多哈，没有不要不要真的五枚哈。临床上我们做的时候，大家记得我的话，就按照我们在乌头前面介绍的乌头使用的方式的时候，乌头汤的时候哈，用三碗水，好煮成一碗，一两个乌头，三碗煮成一碗。或者是二碗煮一碗，好，那如果你是三碗煮成一碗，汤要比较浓，比较浓的时候你就放两碗蜜下去。如果你是两碗一两的乌头，你用两碗水下去煮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放一碗蜜就好了，因为两碗水煮成一碗的话，速度很快嘛。你乌头毒还没有完全出来，你已经结束了，对不对？把乌头渣丢掉。好，那经方里面他在讲的时候，好，你看哈，这里就写得很好，跟我们前面介绍乌头汤。就不一样，这里呢，先就乌头煮过，把乌头丢了，再跟蜜混在一起煮。前面讲乌头汤的时候，是不是那个混在就是直接用蜜去煮它？煮它的时候你怎么拿那个镊子去挑啊？好、哦，没有那么笨嘛。好，所以我说他不会做菜，这个就会做菜。好、哦，这个会做菜。好、哦，那这个三碗水煮成一碗，那放蜜下去以后哈、哦，再煮一次，加热过乌头的毒性就下降，再跟蜜又去解乌头的毒，再煮第二次，所以毒性已经很轻了。这个时候呢？好、哦，你说壮的人呢？好吃了个七个汤匙，小的人吃五个汤匙，不好，明天再吃，不可一日更服，因为它很毒。那不要你不要真的吃那么多哈、哦，平汤匙的剂量，平匙的剂量。好、哦，吃下去以后，那老师他没有重病，头没有昏，舌头没有麻，再吃不要，明天再吃。好、哦，一点一点进去比较好，而且这个药实在很凶。好、哦，就是单位乌头用在治疗寒散。所以平常呢，我的诊所呢，就我怎么敢把乌头给病人？我不给乌头病人的，我是乌头蜜熬好放在那边的，我帮他熬好，你知道，免得我让他去熬，他熬错了。哦，那我就乌头蜜熬好就安全啦、啊，然后告诉他，给他一罐，然后上面注明了一次最多一茶匙，好、哦，不可以增加，上面注明，就是一个汤匙到，抱歉，就一个汤匙，中国人的汤匙也平时，好、哦，或者桂枝汤，或者乌头汤里面。这是寒散白金好，这边看到了，只要看到脉沉紧，沉脉都是里寒，里寒很盛，好，这就是上中下通通是寒，这就是寒散的定义。好，寒散都会看到白金吐出来。好，那这个寒散的人呢，当你用大乌头尖把腹部的寒去掉了，去掉这个人寒了很久了，对不对？里面都是寒啊，寒很久了，肠胃里面呢空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去补血，补血的话，所以后面紧接着张仲景就放了一个补血的处方，当归生姜羊肉汤。好，当归生姜羊肉汤，那这个汤很好喝，很好吃。好，现在是夏天，我们如果是冬天的话，我来煮锅给你吃吃看，好，那这个很好吃，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。好，当然我们吃素的人很多，好，那这里呢寒散，肚子里面是一样，好，这个腹中痛，就里面寒痛啊。这个处方如果说是你寒得很严重的，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到不了啊，要用大乌头尖。严重就是说已经吐白精了，你才会用大乌头尖。没有吐白精，只是肚子里面比较冷，身体比较寒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使用当归生姜羊肉汤。好，这个当归呢，
好，三两，好，福清江你说三钱，好，不要三两那么多，好，这个福清江五钱，好，比好有三钱五钱，然后羊肉呢放一斤，好，那会煮的羊肉的会煮羊肉汤的厨师呢挑羊肉的话就带皮的羊肉，对不对？那就很好吃，好，那三味呢用水来煮，好，那这个寒多，好，重用生姜，这个讲了寒多就是胃的寒加胃加了寒症。加入正用生姜，痛多好而呕者加橘皮，好橘子皮，白术呢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因为这个白术可以祛湿嘛，好加生姜，好，这个你可以增加一些药的话，你可以增加一些水在里面，再多熬一下，止扯而已，好止扯而已。那我们会选用羊肉，在肉类里面呢。好，有没有羊肉呢？是肉的顶级最好的东西，比牛肉、猪肉都好啊，顶级的东西。所以说，在高原地带的人吃羊肉，啊，你看那个羊的山羊哈，它会在山上跳来跳去啊，啊，那个牛就没有办法，那个猪更笨啊，好，只在下面走。所以呢，你要吃了羊肉跑来跑去，对不对？好，羊肉是很好的，好，所以说，我们如果是在高原地带，啊，住在青藏高原的地方，因为气候比较寒冷。那你必须要吃奶酪啊，这些东西哈，比较纯营养的东西，羊肉它才能生存嘛，因为当地的环境气候很恶劣。那你如果住在台北市平地或者住在一般城市里面，又没有那种很恶劣的环境，你吃那么营养的东西哈，那冬天吃比较好啊。那夏天吃的话，你除非你有寒散，吃的寒去掉，否则的话吃太补的话，它那个哦，这个对身体也不是很好。好，所以说我不赞成大家去喝牛奶的原因就在这里。但是如果是今天我们是住在高原，好，青康藏高原，或者住在 Denver， 好，那种美国的很高的城市，山城里面呢，我们就需要喝些牛奶，好，能够好度过这个寒冬，那是必要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经方在使用病人血虚的时候补血用的。好，又补血呢，又能够去寒。好，所以是很好的滋补的一个方剂。好，再来呢，这个处方就是我用了很多的用这个处方。好，寒散、腹中痛、逆冷、手足不仁，若身疼痛者，刺灸诸药不能治，抵当乌头汤。这个抵当不是什么抵挡汤，好，抵当就是北方人说的，只有乌头汤可以，乌头桂枝汤可以治疗。桂枝汤呢是解肌，好，是来调和阴阳的，调和阴阳的。好，那当我们身上寒很盛的时候，寒在肌肉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用桂枝汤。光用桂枝汤下去，桂枝等于去风啊、解肌，但是没有办法把它寒去掉。这个时候我们要靠乌头，啊，手足不仁、身疼痛，这个手脚，啊，我过去呢，我们应该在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要乌头汤。乌头汤就是用乌头配合麻黄、这个黄芪啊、甘草这种，那白还芍药。这个乌头桂枝汤跟乌头汤不一样。那我之所以用这个乌头桂枝汤来治疗风湿关节炎，就上次我跟诸位介绍过，因为麻黄，因为病人很多病人呢心脏都不好，开麻黄下去吃的时候哈，心脏都会动悸哈，啊不好的原因可能吃西药吃太多哈，造成这样子，所以我就用这个来治疗风湿好关节炎的。那实际上真正的治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，应该用乌头汤，而不是用乌头桂枝汤。但是我用乌头桂枝汤，好，因为原因在这里。好，诸位看，这乌头呢来蜜，好，这样我们用桂枝汤呢，比如说桂枝汤，你用桂枝三钱、桂枝三钱、白芍三钱呢，好，炙甘草两钱、三钱都没关系，哈，生姜两片、红枣十个，你六碗水煮成两碗以后呢，乌头一样，乌头蜜，哈，你看这里就是一味药，以蜜二升减煮，哈，减半取，把渣去掉，这个怎么去渣啊？那个这个蜂蜜煮它就不得了了。好，诸位就一两的乌头，用两碗水去煮成一碗，这个时候把乌头渣丢掉，变成一碗的乌头汤。乌头汤再配合一碗的蜂蜜，两个下去，两碗煮成一碗，然后吃的时候加一匙蜂蜜下去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
那吃下去以后哈，其之者如醉状，得吐者为重病。就是这个乌头这个非常热性的药，它到四肢、全身、四肢、手足上去，好，到处就流出来，把肌肉里面的寒湿，还有胃里面的寒湿、胸腔里面的寒湿，通通排掉。好，这个就是乌头。好，真正我刚刚一再跟诸位讲，经方在历劫篇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是乌头汤，好，不是这个乌头桂枝汤，好。这一个条辨呢，突然跑出来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跑出来哈。反正既然放到这里，我们就在这里解释：脉速而紧，乃弦；状如弓弦，按之不移。脉弦速者，当下其寒；脉紧大而迟者，必心下坚；脉大而紧者，阳中有阴，可下之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真正的意义是这样子。当我们发现到病人呢，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阴阳是相互相辅相成的，哦，这都是极。如果阴阳是分隔开来的，就是凶，好，就是凶。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呢，他这个平常他不喜欢见阳光。他是喜欢躲在家里面，然后也不喜欢讲话，哦，安安静静的。然后你看他的面色很苍，然后也不口渴，哦，这个不喜欢见人，然后看到人就横条，很都躲起来。然后你去他病人家里面访问他的时候，你说他那个病人在哪里？他在衣橱里面。这都是阴症啊，阴症就是因为他阳不足嘛，哈，哦。好，那你伸到衣橱里面，把他手抓起来摸他的脉，一摸他的脉。是脉好有力，那这个是阴中有阳，哦，阳中有阴，哦，那如果说病人呢是很高亢，就是讲话声音很大，人很烦躁，我那个精神很亢奋，哦，眼睛瞪得很大，还闭不起来，这种是阳亢的症状，哦，那也出现有阴的脉，都是比较互相好，就是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都是比较好的。所以这样子看的时候，诸位看，脉速而紧，乃弦；状如弓弦，好，这个是阳脉，对不对？安之不移。脉弦速者，当下其寒。好，这个里面是有寒症，但是你摸到的脉是寒脉，很强的脉，可以下它的寒。好，你看脉紧大而迟者，必心下坚；还有脉大紧者，阳中有阴。这种都是你摸到它的阳脉的时候，知道它里面。比如好，这些阳脉，比如很强大、很紧，但是里面是阴寒的，好，我们可以攻下它，它就这个意思而已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条辨看起来很让人家迷惑，实际上就是阴阳是相合的，阴阳不合的时候是怎么样子？好，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来，他没有力气了，讲话也讲不动，好，讲话这个没有力量，然后走路也不能走，轮椅推进来。然后眼神也涣散，没有力。你一看，人是不是很虚弱？好，大小便也不好控制。你摸他的脉，是很虚弱的，这两个是合到的。如果脉很大很素，这个人走了，完蛋了。了解我意思吧？因为你急虚的下面状态之下，那个阳哈，阳要隐藏在里面，还有得救。那阳已经浮出来了。这个后面的脉，这个时候出现的脉大，是病人剩下的最后的一口元气，他阳往外走，就你摸到脉是大的，好，或者是你摸到这个人非常的高亢，哈，就精神非常的好，坐那边但坐不得卧，晚上通宵不能睡觉，实际上是肝癌的末期。那肝癌的末期的时候，你一摸他的脉，他如果是脉是非常的细小无力的，也是啊，脉证不合，好，这种比较啊危险，啊，那这个条辨我刚刚讲过，这个突然跑出来，哈。所以这个很多东西我们这个过去哈失落的很多，好吧。